们可以出来打打字聊聊天，我们水枪可以点人上来互动，看胸可以打胸打屁股打腿，下班去买彩票好吧。好吧，我预祝你借你吉言了，借你吉言能中。感谢大哥的关注，各位大哥有后面有喜欢的妹子可以用水枪点上来。好，我给你推荐一个好看的哦。怎么看怎么看什么怎么怎么看，就是水枪，水枪可以互动，水枪互动，水枪点后面的妹子上来，可以磨胸，可以揉胸，可以看胸，可以打屁股打腿。我打火机了，两个都被你们送跑完了。有喜欢你们都坐后面去啊。有喜欢后面妹子的水枪点上来。我勒个豆啊！来，大哥们先做个自我介绍。大家好，我叫西西，可以看 BB 吗？不可以的，你可以。好，你如果有喜欢的妹子，可以把安利加微私下看。哎，解锁哎！大家好，我叫七七。哈哈，又怎么叫玲玲？发过的时候就火热了。哇，哪有嘛？是你妈，他是靠一个人吧？嗯，好久吗？算有意思。耍什么？这个位置烂了。钱也好多玩过子，就你没长毛，点点，就你没被加工，被加了。来，大哥们，我们现在可以开始我们的游戏，我们说猜个总决算，简单一点。我猜中就没赢过。简单快捷一点。啊，时间最后，时间赌嘛。那就是猜嘛，时间的赌光去了。啥子你们在抓大大？我第一个，第一点，第三个。啥子东西？我不知道，我的意思是直接撕起了锅，然后哪个输了分球就得了，我意思这个。各位大哥，现在我们是猜纸团环节。啊？你猜纸团环节，猜一下，西西喜欢坐在纸团上面还是下面？帮我拿一下吗？欢迎新进直播间的大哥们。各位大哥，大哥，你可以上水枪点他。有喜欢上面下面。猜一下，现在是猜纸团。大哥们，我们现在是猜纸团环节，我们可以猜一猜，我们西西的纸团是在上面还是在下面？代表着我们西西的爱是在上面还是下面？有没有大哥猜一猜，我们西西的爱喜欢在上面还是下面？哥哥们猜一下呗。你们猜讲讲话的。各位大哥，现在是猜纸团环节了。哥哥们，猜纸团了，上面、下面。猜纸团游戏了，猜一下他的手上是纸在上面还是下面？他喜欢坐在哪里？还差一个。各位大哥打打字，我们以前三个为准。各位大哥打打字，猜一下。一上一下还有没有？还差一个。猜一下，上面来。恭喜西西逃过一劫。西西这一把没有中奖。七七这一把逃过一劫，可以免于惩罚。来，有请我们现在的是西西。真是为难着我了。不是兄弟踢出了我的门说，明明都是。来，大哥。猜一下。西西的纸团是在上面还是下面？猜一下，我是放在上面还是下面？猜中了，三个大哥猜中了以后。机会接受惩罚，上来，两位大哥说上面，快猜呀，快猜呀，快猜，猜一下我是上面还是下面？哎呦，上面，恭喜西西喜，我真是服了，醉了，兄弟们，怎么回事啊？来，木木，不是你们不应该猜下面吗？来，现在请大哥们猜一猜，我们的木木做爱是在上，喜欢在上面还是下面？
们猜一下呗，猜一下在上面还是下面？打打字。一个下，全是下。来，在下面。操，我着了。恭喜木木同学。子，你们怎么回事？都在下，我操！猜得好准啊！他们猜纸团游戏是不是玩明白了？他把我蒙明白了，我还着嘞。来，有没有大声猜一猜，我们明明坐在喜欢在上面还是下面？来，上上下下上，上。Josh， 恭喜明明逃过一劫，来我们的。